横跨一段，左的右高向右上方写多一点，前面两横长短基本一致，第三横越长于上面两横。注意第三横不要写得太长，为什么呢？要突出撇和捺，撇的起笔在中间稍微直一点，不能一上去斜下来，应该先直下来然后再撇出去。捺笔由细到粗要伸展，横前面两横一样长，后面一横稍微长点，横一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横的特点。撇要竖撇，先垂直向下，然后到过了这个横之后开始慢慢向左撇出去。捺笔要长要伸展，日子应该靠近左上方，左边竖要削短，垂右竖。右边竖要粗要长，中间那个横要短而小。注意我们下面写的日子不宜太宽，要窄一点，尽量往上面靠，应该是连到左边的撇的笔画上，右边可连可不连，就是尽量向左靠拢。